以频率V光照射的某金属表面，产生光电子，其低线能量是一啊，这一的话就是 h nu，这nu是低线频率的。好，若光电子，然后它是说现在用 nu 来照，光电子垂直进入磁场中，好。 这个光电子的动能就是说 h nu 减掉呢 h nu 零嘛，这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呢 mv 平方呢，这是电子的动能。进入磁场 v 中做圆周运动，其最大半径为 r， 以 m e h 表分别表电子的质量，电能及波浪上，这光电子的最大动能。 就这个，光电子的最大动能是这个，它这就一嘛，所以就是二分之一 m v 平方，这个是一啊，h 减掉一啊，是这个，光电子最大动能 h nu 啊 h nu 减掉这个一，好 v 平方 r 平方除以二 h 呢，一纵轴啦 ，nu 一横轴啦。 则它的弦率为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现在的话有那个光电子嘛，它有动能嘛，动能被射进去啊，有 v 射进去嘛，然后 v cos v 往上，因为是电子，所以是往下绕，对吧？所以它往下绕这样绕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它的这个什么东西啊？ 它的这个 mv 这多少？这个是 r 等于多少 ？r 等于 mv 除以 qv 嘛？这记不记得？这记得吧？好，那记得的话，那这个等到，这个就把它代成那个动能，这等到，这是 p 嘛 ？p 等于跟它2 m 的 dk。 那二一 k 都带那个，所以是 q v 二 m 多少呢 ？h nu 乘一啊。然后我给它两边平方嘛，就是这个 r 平方 q v 等于二 m h nu 乘一啊。好，它说 v 平方 r 平方除以二 h。 Q 平了。v 平方 r 平方除以二 h， 二 h 就这里了，这是等于有一个二 h m v， 减掉二 m v 了，然后两边把它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个二 h， 这除以二 h， 啊 q 移过来 ，r 平方。 v 平方除以二 h， 等于 q 平方 r 分之 m， 这是 h nu 不是 v 这是 m nu 嘛，对吧？减掉，反正一大堆东西，这个就可以不用管它了，对 ，q 平方分之多少呢？二 m v 啊。 那这个不是斜率吗？所以 m 除以呢一 q 平方 ，q 就是一啊，所以它斜率就等 m 除以一平方，对不对？